大家好，今天大家分解一下青云闭月。首先我们看第一组动作，左脚起步，先触方向两个奔跑，再接着跑跳两个奔跑向右的，再接三个蝴蝶步，前蝴蝶步完了，我们左脚起步向左三个跑跳奔跑，再接四个立脚摇摆，跑完了之后左脚起步原地两个奔跑，前甩后甩侧扫跑转圈270度，完了之后再接四个太空步，依旧左脚起步向前两个奔跑，再侧面一个奔跑，总共三个，再前甩后甩侧甩270度转圈，再接六个太空步。好，完了之后右脚起步向前卡跳1、2、3、4、5，总共五个步子。完了之后我们接两点飘，好，总共四个两点飘，四个两点飘，飘完之后甩腿转圈，好，空踏，在侧边两个奔跑，再接十个颠步，1、2、3、4、5，五个做完之后转身换方向，继续再做五个。好，立脚转，这块停一个拍，完了之后左脚起步三步奔跑，再接两个向右的外八，再回转四个内外八。好，完了之后我们右脚起步两个奔跑，完了之后再接五个搓扣转身。好，再完了之后左脚起步三步奔跑，接一个经典转，甩腿绕腿甩腿。好，完了之后直接下压，接三个立脚摇摆，再左脚起步一步奔跑，立脚后拉甩腿转圈。 OK。